解计划，如何帮宝宝找到最适合的保姆？你可以从小孩跟保姆的依附性看出这个保姆对孩子好不好。不论是传统保姆、专业保姆，或是托婴中心，您一定要注意的重点一次大公开。不用只托婴中心有一些硬体上面的一个筛选的一个必要，还有你要突击检查。不景气的年代，我们帮你找出经济实惠又安心的保姆人选。5月16号晚上8点，请你跟我这样过。我跟你讲，听到这句话，我忙俩工。我当时有挂他电话，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交情岂止是一句让公司去处理。而去到李宗盛那边时候，发现轻松回来。你是一种我的方向在前方，我的新的方向，我知道我在做什么。周一至周五晚间9点，让您看见台湾生命力。您现在收看的是超级电视台。洗面之后，你再揉它是不好的。你揉的越多呢，它的筋系越跑出来，这样越硬。对，然后我们接下来呢，就是要把我们的那个隔夜菜，然后加蛋。这边准备了一个胡萝卜丝、空心菜、隔夜蛋，是的，就这两个。好，然后顶多加一颗蛋。对，维尼妈妈剩下来的，维尼妈妈可以给你，跟那个不一样的。对，但这个蛋清，对，这个蛋千万不要过期哦。对，这蛋不能过期，一定要新鲜的哦。对，要新鲜的。然后现在我们把它放在砧板上面，稍微把它压平。对，而且其实用你的双手就可以把食物把它压平。哦，不用特地弄一个擀面棍。对，不用。好，还要这样子啊？我是自己发明的，让它更薄。你不能让它更薄，哎，有点像甩披萨的感觉。薄一点的话，就是比较省火嘛。怎么？我没看过有人这样弄的啦。好，在开车哦。哎，不要！哎，谢谢你。甩，在甩圈圈的时候，它的离心力，它就把它给摊开了。对，因为他说你要摊很开吗？中间会断掉啊。不用，不用太开，没关系。不用太开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帮我放下去。放下去了啊！好恐怖，我的葱油饼，对，都破了。哦，有了，变成像烙饼，对，变烙饼那样。好 ，OK。所以这样是多省呢，这个葱油饼。这个啊，因为我光面粉一包呢，就大概30几块。哦。那就是葱的话，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很棒的 paper， 嗯，就是呢，我都会去跟菜市场的阿伯买。跟阿伯跟阿妈买。妹妹就来这一套，你知道吗？阿伯有差吗？那我就是跟就是婆婆买，看很可爱。对，他就是会说啊，妹妹这哇这上你啊这跟。新的啊，什么韩剧啊、偶啊，完全都送我。哦，不是，你在用这种异性相信你之前，你要先去拔钢筋啊。哦，对啊，拔钢筋。阿伯你就辛苦了呢。对，而且我都会买饮料给阿伯喝，所以阿伯每次种菜，阿伯他都会多送我。后来你有看到阿伯的孙子站在前面吗？麦过来骗呐。没有。对，所以到底多省？很省啊，这个大概是做好一次呢。我们这样说好，你说30块的面粉，30块的面粉，面粉就可以做几个？15个到11个，你抓10个就好了。对，抓10个好了。10个等于1个，这样3块钱的面粉。3块钱，对不对？然后再加葱，葱撒上去，当然标准不一，但是那个也是几块钱而已。对，对不对？真的耶。哦，3块钱加上葱酱加一加啊，剩菜剩饭嘛，那是本来要丢掉或吃不下的。对，这个葱油饼的成本不超过10块。嗯，对，绝对不超过。一个葱油饼大概40几块，加蛋的话，差不多。对，加蛋的话，嗯，葱油饼大概让它煎的有点就是金黄，这个金黄色。都可以先把它拿在砧板上面，然后把蛋放进去。嘿，哦，现在在放蛋啊？对。啊 ，OK， 把菜才能够附着在上面。铺上去。哦，这个很厉害。这样子，对，然后再把这个饼放上去。对，好烫。所以你们家每天的剩菜一定不一样，对，都不一样。今天我们吃素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口味就不一样。明天我们吃有肉的，对，而且它有面食这样子。好，然后这个呢，这个就厉害，这要稍微压一下，要压一下，让它你附着在葱油饼上面。对，葱油饼摊开之后呢，你把剩菜剩饭放在里面，葱油饼对折之后像韭菜盒一样。哦，所以你的剩菜剩饭你会包得更多。哎，这个厉害哎，你刚不早过来？对啊，我包一下。对啊，哎，这个好，可以了。因为剩菜剩饭本来就熟的，对，里面只是加热就好了。对，哦，不得了，辣椒。对，辣椒酱。
酱，然后酱油有没有涂一涂？哦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！不管你是要当就可以对，当早餐还是当宵夜、下午茶，对不对？这个跟那个维尼妈的早餐成本有得拼啊！对，差不多，但味道方向不一样。对，好，来，谢谢齐慧，谢谢。好，当然呢，我们每一位达人提供了他的不同，不管是电费、水费、日常生活、美容，或者是吃的哈，他们的 table 都不一样。对，我们就是集大成，我们在家里面好好的发挥一下，省的钱比他们单独一个专业还要多，对不对？到底哪一个省钱达人最厉害？哎，得到大家青睐，来投票一下。好，先问先问。百万小学堂吗？我们要请在场所有的妈妈们，我们来投票。您青睐的就贴一票在她身上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看看到底谁的 paper 最厉害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开心。钱卫生的，谢谢你。好，谢谢。先表现的人一定会比较输，因为大家都是在后面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没有关系。我们也是刻意加安排，因为你的比较弱一点。这是借口。但是你很符合现在的油电双涨嘛？对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三位专家，是不是我们也来投票一下，一个人一票，好不好？来，易如。为什么？谢谢。其实我很欣赏他的那个赚钱的能力。对。但是呢，我觉得省钱如果也可以省得很开心的话，很棒。对。尤其是现在呢，像很多他会利用一些不要用的东西，像这个洗米水啊，对，我们不要的也可以用来敷脸。对。而且之前呢，有很多人发现哦，就说像高丽菜现在我们买不到，可是产地超便宜。哦。之前有人在脸书啊，有一个戴导演他 PO 了一个文，就说他发现那个姜农，对，姜农他卖不了姜，对，就他一 PO 出来之后呢。大家都冲过去跟那个姜农买，又省了很多的钱，所以就尽量运用一些智慧，可是也让自己省得很舒服，这样没错。但是也要像他一样这么精算，他真的超棒的。真的是啊，谢谢专家。好，维尼，你要投给谁？选我，选我，选我！哎呦，他们说戏弄我，都在我面前放下。闷烧锅嘛，对吧？都比较像筹码啦。觉得这个万物皆有用，惜万物的精神是非常重要。其实家里那么多东西，其实会发现我们根本不需要再买什么新的东西，因为家里现成的组合，它就有非常丰富的变化。没错，就地取材。是的，是的。哦，谢谢维尼，谢谢，吴主厨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为什么维尼妈？来，我觉得，当我们每天好了，三餐非常重要。那妈妈你在家里会省的话，早餐、午餐、晚餐，包括连宵夜，光你这些食材你会运用的话，我相信一年度下你的一个节能减碳呢，还有帮家里省钱呢，一定非常多。对，他这个三餐100块，我们这个不要说每天都这样过，但是偶尔做一下，你看，我们一天拿了三餐至少要300块吧？要，一定要的嘛。一天省了200块，一个月就到6000块了。对，我一个人一餐都吃300了，所以真的太省了。不要不要结婚，咖啡更凶。谢谢吴子卓，谢谢，还有恭喜维尼妈，太厉害了，维尼妈，下次继续研发，挑战80块三餐，但是营养不能缺，没有。这个吃呢是我们每天一定要做的事情，没有吃我们人就没有体力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吴主厨运用你的专业来介绍一个超省钱的料理。好。